垦丁春纳喜灯后，屏东县政府打造新的音乐品牌台湾季接棒，在清明连假期间邀请上百组乐团到垦丁大湾休憩区轮番嗨唱，今年夯度更胜以往，人潮爆满，短短两天就吸引60万人次。屏东县长周春米也到现场同欢，还跟着音乐舞动，超级嗨。经典歌曲一下，台下观众就跟着起舞。本土台客摇滚天团董事长乐团登上台湾季音乐演出，与歌迷一起在台湾最南端疯音乐。延续垦丁春纳的音乐火炬，台湾季是屏东县政府强推的独立音乐活动。4月1号到3号，为期3天，在垦丁大湾休憩区，上百组乐团轮番嗨唱，用清新音乐、热血气息，配上碧海蓝天美景，让每个追音乐的人们更享受其中。跟着音乐动子动，屏东县长周春米也到场同乐，随着节奏摇摆。已迈入第3年，今年依旧超夯，接连2天破60万人次参加，也带动垦丁大街人潮，简直比过年热闹。虽然春纳熄灯，但台湾季接棒延续恒春半岛的独立音乐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